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雄场，我是英雄。今天呢，乐高寄来了一盒我从来没有看过的。你们对乐高的印象是什么？积木嘛，就叠来叠去啊，就这个嘛。今天寄来的现在是陀螺，哎，最新的乐高忍者陀螺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了一张卡片，乐高旋风忍者曾收到密报，消息指出你就是技术高超的乐高忍者大师。给我看，从哪里认出来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，特地送上这个旋风忍者，这怎么念啊 ？Spin， 啊算了，旋风忍者陀螺 ，Spinjitzu， 旋风忍术陀螺，一起成为最顶尖的乐高忍者大师吧。所以今天这个呢，就是他们的乐高忍者陀螺系列啊，哈，可以看到这是红色的。啊，这个绿色啦、啊，所以这个红色的忍者叫做红忍者，啊，绿色叫绿忍，绿忍者，OK， 他的名字是70628，啊，你那一只好像叫做70633，你到底是当兵啊？好，完成，那个，哇，怎样？那你要让他脸正面。啊，四 D 的武器架，陶艾德的武器架，不要在那边加强你的装饰品啊，已经乱掉了。哇哇，帅啊！你看这是小火龙。好、啊，就这样啊，这是原创好不好？乐高就是这样玩啊。乐高就是这样才有趣。对、啊。等，又怎样啊？哇、欸，你的得意之作哎、欸！我们先去打绿色那一只。Go！ 哎，失败！哎，失败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耶！第二关要一次击倒两只。没有。你跟刚刚有什么区别？哎，没有倒啊！我中了。行啊，要让他倒啊，这才有帅气感。再一批，再一批，换我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呢。有！这一关呢，就是要闪过这个，然后打到后面那个。哇，差一点呢。不行啊，我要不一样。可恶！我一定要让他弹跳成功。哇耶！好，回旋术试看看。屁呀，又要击倒了！哎呀，哎，去哪？这个比较完美。哎，哇！你又把他击倒了，还是他要贴在地板上？哦哦哦！哇！这个掌中术，有没有？禅定术，有没有那种倾斜感？大概。哇！莫名其妙哎！跳跃术。哇！我就同时发射到对方的手里好了。2、3、9。哇！好，我们现在让两个在空中互撞啊！来，1、2。差那么多。好，各位，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乐高忍者的旋风忍术陀螺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找看看啊、喔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蛮好玩的。我桌子被打了一个洞的。搞什么鬼啊？好，那最后请欧欧来表演一个禅定术，就结束今天这一次。哦、oh! ，好，各位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，那我们就聊到此一片，不能再迷就行片啦，就跟你们说。